不愧是咱们家月月啊，手就是巧。嗯，哎，真羡慕南飞哥和雨虹姐。哇，他们的爱情好伟大哎。月月，哥，你不用安慰我啦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小东西，哎，这还这么小的啊？这贴哪儿的？贴脑门的。啊？贴你这儿？哎呀！救命啊！兰子，来，吃点水果吧。来，兰子，这是你最喜欢吃的橙子，来，拿着。谢谢，田伯伯。喂，哪位？啊，同舟啊！兰子在，在，你等等啊，兰子，你大哥。哥，我挺好的。南飞要结婚了，什么时候啊？我当然要回去了，
好好好，那你们在家等着我啊。再见，哥。南非要结婚了。那太好了，祝贺祝贺。哦，我哥说让我早点回去，我去收拾一下行李。兰子，你收拾这么多衣服干嘛？你不是回去看你哥吗？那你还回来吗？你还是不肯原谅你爸爸，是吗？这个跟他没关系，我就是想回自己的家了。兰子，我们都希望你还能回来，这里也是你的家呀。再说，在这儿，你爸爸还能辅导你练琴呢。这可是关系到你将来的发展呢。你也不要太着急了，给孩子们一点时间吧，他们会理解你的。爸，我想送兰子回去。那我和你一块儿去。我这就给田毅打个电话，让他和我们一块儿去送兰子去。喂，找哪位？儿子，是我。妈，找我有事吗？兰子的哥哥要结婚了，我和你爸想去送送兰子，你去吗？田野啊，我觉得你应该去。田野。你说话呀，妈，你让我想想，好吗？哎，thank you.
是你吗？兰子，我回来了。兰子，兰子，你回来了，你终于回家了啊！哎，爷爷，兰子姐，兰子姐，兰子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想死你了，兰子姐！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兰子姐，我想死你了，你终于回来。哎，田教授，方阿姨，你们也来了。来来来，快请进来！哎，没事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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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！一个，你进。我来，我来，阿姨，我来。来来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，就是叫我弹钢琴的田伯伯。哦，田伯伯你好，方阿姨。方阿姨好。哎，你好。这个呀，这是我们家的南飞。哦，田伯伯，方阿姨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还有那个，就是我小妹妹月月，我是月月。你好，最调皮的。哎，雨花，这是兰子。兰子，你好。你好，雨虹。我是不是应该叫嫂子了呀？哎，兰子，别老站着，赶紧坐呀！来，来来来，快坐，阿姨来，坐。兰子，坐这边。来，阿姨来，坐。哎，坐这。哎，那你兰子，你看跟以前不一样了吧？哎，换沙发了。哎，别助手，帮阿姨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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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兰子姐，哎，来喝水。哎，哎，田教授，田爷怎么没来啊？哥，你问那么多干嘛？哎，咱们什么时候开饭啊？我都饿了。哎呦，你看我，去吧去吧去，赶紧，月月赶紧去准备吃的啊，快去啊。好。等着啊，兰子姐。嗯。想什么呢，天爷？转来转去的。阿姨喝点啤酒吧。哎，好好好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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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好好。哎，我来我来。田教授，八阿姨，你们能来参加南飞的婚礼啊，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特别的高兴，真的。来，我先敬你们一杯。哎，同舟啊，今天这酒啊，应该是我敬你。这么多年来，你为兰子也吃了不少的苦，来，我们两个来敬你。好，田教授，兰子是我妹妹，我这么做是应该的，倒是你们对兰子。比对自己的亲生女儿还要亲，我这样好好谢谢你们。来来，我敬你们。哎，好。田伯伯，您一定猜不到兰子的第一件乐器是哪里来的吧？知道啊，是你抓的蛇，却被蛇咬了。是阿桃妈妈用嘴帮你吸出了蛇毒，要不然你就危险了。哎，秦教授，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兰子在我们家呀，天天提到你们。有篮子，来哥，我们兄妹四个今天一定得干一杯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好，来。各位朋友，各位来宾，刘南飞先生和李永红小姐的婚礼现在正式开始。有请新郎新娘入场。Thank you.
上台致证婚贺词。各位来宾、朋友们、同志们，虽然我参加结婚典礼做证婚人不是第一次，但是我今天特别高兴，真的，我也很激动，因为南非他长大了，他娶媳妇了，哦，而且娶了这么一个漂亮媳妇，我真为他们高兴。我也不多说什么了，因为我相信他们之间的感情，就像我相信他们兄妹四人那种之间的感情一样。我高兴的同时啊，也感到十分惋惜。惋惜的是，他们的阿桃妈妈没能活到今天。此时此刻，如果她能在现场，那该多好！她一定会笑，一定。她也应该笑，因为她的孩子们长大了，真的长大了。我从南非身上看到了一种精神，一种残疾人自强不息、奋斗不止的精神。我衷心地祝福他们，我也深信他们的将来一定会圆满幸福。愿意娶李以红为妻吗？我愿意。李以红，你愿意嫁给南非，把他当作自己值得信赖一辈子的丈夫吗？我愿意。下面请新郎新娘互换信物。月月，同志们，快拦住他！
事儿吗？玉玉，没事，好，好，现在情况该说事儿了，快打电话找幺幺幺，你幺幺你，快快快，快，时代广场，慢点，时代广场，慢点，来来来来来，把膀子膀子膀子，小叔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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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别愣着了，开车，别愣着了，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，再往里面走一点，往快点呀，站着啊，快快快点，稳住啊，稳住。大家都别太着急了，月月应该不会有事的。同舟，情况怎么样？哦，你们谁是病人家属？哦，我们都是。那你们谁跟我去趟办公室？我去。好，那你跟我来吧。好。病人的脑部已经先天性的缺损，这次检查发现病情又加重了。这种间歇性的精神病一旦发病，发作的频率会越来越高，发作的几率呢也就越来越大。再这么发展下去，可能就要把他转到精神病医院去了。精神病医院？不不不，大夫，别太紧了，别太紧了。我只是说，再这么发展下去，就会有这种可能。所以，现在我希望病人能住院观察一段时间，他需要药物治疗。否则，否则怎么样？会不会因为这次爆发产生新的病变？我们现在还拿不准。大夫，这种病有没有什么特效药能够根治啊？根治，根治是不可能的。你可要有个思想准备啊，这是一种精神疾病，而且带有潜伏性，只要外力刺激，随时都会爆发。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就是让病人在大部分的时间内是个正常人，而且前提呢，必须是他不受外界刺激的情况下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哥，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先住院观察治疗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病变。天哪，月月的命真苦啊！哦，黄叔叔、田教授、方阿姨，你们先回去吧。这里有什么情况，我给你们打电话。那你一个人行吗？没事，先回吧。你们有问题？一定打电话啊！对，有问题一定要给我们来个电话。好，放心吧，方阿姨，你们先回去吧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
教授找过我了，他把你的事情告诉我了。对不起，阿哥，我没想瞒你，就是这几天事太多了，不想给你添乱。那你准备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兰子，你还是回你爸爸家吧。虽然你一时半会儿不能原谅他，可他毕竟是你的父亲。过去我不知道，可我现在看得出来，他很爱你的。你不肯原谅他，不肯叫他爸爸，他很伤心。我也不想记恨他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叫不出口。他们明天就要走了。希望你能跟他们一起回去，这样对你练琴也有好处。不行，恩哥，月月还病着，我想留下来照顾他。田教授是你的亲爸，跟他生活在一起，你会受到很好的照顾，而且对你学音乐也有帮助。来，他听歌一曲。回去吧，啊，哥，在我心里，你们就是我的亲兄妹。你不知道，我离开你们这段时间，我每天都想你们。你们在我的心里分量太重了。只要能和你们在一起，让我拿命去换，我都愿意。兰子，哥，你让我留下来吧，我不想离开你们，我不想离开这个家了。这就走。哎，是啊，兰子，你还是决定不和我们回去吗？兰子，我和你爸还有田野，希望你能回去。我还是决定留下来。从小我就是在这儿长大的，这才是我家。只有跟我的哥哥妹妹在一起，心里觉得最踏实。哦，
田叔叔，你等一下。现在应该还给你了，谢谢。谢谢你啊，陶妈妈。兰子，那我们先走了，你一定要多保重啊。爸爸。多保重啊。雨儿，爸爸，原谅爸爸。爸爸，雨儿，爸爸对不起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身体要弄坏的，身体的好坏对我还有什么意义？不许这么说啊。你兰子姐说的对，你的身体啊是大家的，更要好好爱惜。医生说了，你的病情啊基本稳定了，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嗯，
有人吗？家里有人吗？请问您找谁啊？哦，我是艺术琴行的，为你送钢琴来了。钢琴？你们弄错了吧？我们家没买过钢琴。那请问你这儿是华山路30号吗？是啊。那你是刘兰子小姐吗？我是。哦，那就对了。那麻烦你给签个字好吗？嗯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给你盖个手印就可以了。这儿，哎，好，来把钢琴帮你俩吧。好，来，慢点啊，来，哎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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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好，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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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兰子，这是爸爸和方如妈妈一起送给你的。希望在你高兴或者悲伤的时候，都能弹奏这架钢琴。虽然我们不能时时刻刻陪伴在你的身边，但是我们都时时刻刻在惦念着你。就让这架钢琴替我们守候在你的身边，跟随着你。希望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中，你能时时感受到我们对你的爱。Thank you.